李瑶处处维护于你，宗主想取你身上天书，却迟迟不能下手，看来是由我来代劳了。不要再跟碧瑶有任何牵扯，众魔之别犹如一道天堑，无法善终。除非是碧瑶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是不会相信。自碧火天开始的事情，张小凡和杨天元与魔教纠缠不清，你倘若再包庇他们，那师父如何自处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《诛仙手游》《诛仙青云志》在中视。